赖清德苗栗苑里拜庙平路镇，更受邀到巧胜先师庙参香接匾为金龙开光点睛。赖清德好心情藏不住，这回来到绿营票仓，不止院里25里长全到场，镇长代表会主席也出席相挺。而赖清德受访开呛柯文哲，以蓝白合，我还是那一个字啊，空。柯文哲主席前天才说过，他反对密室政治，结果言犹在耳。 他便示范起密室政治的。谈起柯文哲自称吃饭没留厨余，因此挡下厨余回收系统建制计划。赖清德也直批柯根本没想清楚。吃的再怎么干净，你在做饭的时候必然是会有厨余。一个城市里面建置一套厨余的回收再利用系统是有其必要。 赖清德增加受访规划炮火猛攻对手，也不忘拉台苗栗选区立委参选人。一下午马不停蹄狂扫苗栗医院和三座公庙，亲自加持民主大联盟在苗栗合作的无党籍选将曾文学、康世明。有人才无机会为国家社会的打拼，我希望伊会当做我，哦，爱甲成功。第二个爱甲成功，有人高价应该爱来到咱苗栗。曾文学也跟我讲过。 他对苗栗县未来如何提升？经过蓝白之间继续拖，绿营选情保持领先。不过赖清德也不敢大意，前进传统蓝大于绿的苗栗国，力拼翻转版图。三十五号，孟真、黄燕杰、侯强 ，S 小组苗栗参谋长。